好久不见了。哎，辛苦了，来杯咖啡，我刚才点了。刚才在门口的时候，我看你还在那直播嘞。Sally，Sally，Sally，我是 Coco。我是 Coco 徐志可，现在是一名自媒体博主，求学、工作，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，感受过生活的许多美好，一切原本都浪漫的恰到好处，直到那一天。当时是我在看球，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就都聚集在那个球迷俱乐部，大概有小一万人吧，我跟朋友们几个，大家都站着看球。后来看看我有点累，而我也看不太懂，我就开始坐到草坪上开始玩手机，然后玩着玩着就突然之间就被后面前面的人就直接踩下去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耳边充满了尖叫声，快跑快跑，把我一顿踩，踩的速度还很快，一个接一个的，你根本起不来，抓不住机会起来，踩的我一个在下面，我就趴地上趴着，我就脑子里想，我说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死在这儿，还没做出来点什么贡献就牺牲了，怪不知道的。还有时间去想这些吗？当时时间非常的短，但是其实说实话，那会儿脑子里想了非常多东西，就是很快的念头一闪而过，人生走马灯过了一遍。不行，我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，我爸妈得多是吧，人都看不见我那个尸体，哎呀，我说不行，不能死。我身后有一个人，人家在求生往外跑，然后咔被我绊倒了，趴到了我身上，借着这个机会，然后我才就是把他掀下去了，然后爬起来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往出口跑，跑到了出口被警察拦住，然后把我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，我才回过神来，其实一直都没有反应过来是发生了什么嘛。然后直到是有一个记者镜头怼到我面前问我，就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你能介绍一下吗，讲述一下你的心理活动什么的，我当时才反应过来，然后就开始哭。后来我就哭，然后我说我找不到我朋友了，我说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手机也丢了，鞋都掉了，腿上都划都是伤，都磕伤啊什么的，然后脸上下巴上都是伤。后来警察也就陆续过来了，然后维持了秩序。虽然这世界每天都有各种意外发生，但最终都会在某一天平息下来。无论走在街上散步，还是坐在咖啡馆畅所欲言，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我都很感恩当下，感恩那些为我们安稳生活默默守护的人。